私は巻いてる方が好きだけど、卷的。でも男の人はストレートが好きって聞いた。对对对对对。そうそうそう。健君。はい。課題はしましたか？No.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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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, I see you, I feel you. 大家好，我是一见晚春秋。こんにちは、ホンフアイです。欢迎来到今天的一见晚春秋与他的暗黑小伙伴，耶、yeah! ！欢迎回到今天的一见晚春秋与他的暗黑小伙伴，我是一见晚春秋。今天来的是暗黑小伙伴丰富爱小姐。こんにちは、丰富爱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这次来到台湾的丰富爱小姐带了一个随身的包包，还有她的行李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丰富爱的手提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吃的东西吗？啊，好き。たまたま買いました。这个台湾天气比较潮湿，这边已经有点黏黏的了。这绝对不是我弄的。鍵です。家の鍵です。对对 ，WiFi。WiFi。WiFi。这个大家都需要，现在网络世界哈都需要。お財布です。这个看起来像是那个叫什么？爱马仕，爱马仕，爱嗯，对对对，这个我要告诉大家，其实我太太有一个梅子，这个小零嘴哈，日本の，嗯，接下来是他的化妆包哈，这个化妆包实在太多了，对哦，化粧道具入れ，は何だろう，リップはどこ行ったかな。これクッションファンデです。ハイライト。以上です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丰富爱小姐的行李箱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打开来看一看。オープンしますね。はい。感觉好像他觉得这是台湾来会比较热的、比较冷的感觉啊。你看这应该是毛衣啊。哇，結構分厚いです。嗯。台湾は暑いから。嗯，日本が今寒くて、嗯、ちょっと分かんなかった。嗯 ，one piece。哦，洋装，非常非常漂亮的洋装。嗯。哦。这个是衣服的部分，那我们也看到比较轻松的 T 恤哈，这个是昨天他下飞机时候穿的。これはダルギっていうのか、楽な格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左边哈。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到处无处没有小零嘴，到处都是小零嘴，所以他好像蛮喜欢吃酸梅的，对不对？梅が好きで、あと干し梅。カピカピの目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WiFi。WiFi。卡邦。OK， 原来是这装的这袋子哈。啊，你看这又是一件漂亮的衣服。这个是美发用具哈。これはヘアアイロン。で、私は巻いてる方が好きだけど。卷的。でも男の人はストレートが好きって聞いた。对对对对。そうそうそうで。那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恐龙枪。请问一下，你带恐龙枪来干嘛？恐龙枪。恐龙枪。恐龙枪。对。请问你带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？
所以这就是风谷爱小姐的那个行李箱啊，其实是一个看得出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啊，东西带的不多，然后大部分都是漂漂亮亮的衣服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开箱还有开包包的一个企划哈。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企划，要干嘛？你以为你逃得过吗？是怎样？每次都开别人的包，只是换我们要开你的包。那我们请风小姐来窥探一下她的包。我没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。Vuitton Vuitton L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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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Vuitton， すごい。これは？平板。iPad。iPad。对。何ですか？これは。这是什么？肥皂。石鹸。石鹸。石鹸。对。すごい。对。すごい。好，这是三只手机哈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身为一个爱家的好男人，我们都有三只手机，是为什么呢哈？这一只哈是工作用的手机，工作用可以带。然后这一只 iPhone 15哈，这个是家里用的，给家人用的手机哈。对，那通常这个手机我回家就摆在桌上，太太要开就给她看。然后这个呢是跟那个外面的妹联络的手机哈。这个是我的钱包，也是 LV 的。我来看它现在多少钱。不要醉。厚呢？对，里面没 check。百元是个哪一届？哦，好。这个是 lotion， 身为一个有爱人的男人哈 ，lotion 是随时随地都要携带的哈。昨天是不是用了？嗨嗨嗨，这样子用。我只看一个。哦，这个哈。这个要跟大家讲，身为一个48岁到50岁的男人哈，我们必须要用这个。他帅哦，是高耐多根的，这样子才看起来不会秃头啦。嗨，这个是西力士哈，对不起，这个叫做甘油哈，就基本上是什么时候用的呢？就是一直便秘，东西出不来的时候要把它拿出来用。这个用法就是这样子。不要。对，所以东西是很多的哈，然后都是一些不太正常的东西哈，希望下次那个不要再有这种任务了。这次就是我们在 TRE 的时候，那个丰富爱小姐是以30公分好棒棒摊位的来宾身份来参加活动哈。那摊位因为就在我们附近啦，其实我们抬过头去就要稍微看一下，就会看到丰富爱小姐哈。哦，真的是美女一个哈。所以其实我都蛮好奇的，就是这么漂亮的女生，然后怎么会当初选择想要来当 AV 女优呢？私はもともと AV を見てて興味があったからです。其实很高兴的是哈，就是他在之前有2个月就是没有作品哈，到了10月以后，他有一个是新片，是在睡觉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好朋友侵犯了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这支作品对他来讲，就是演出的时候是怎么样演的？就是他真的有睡着吗？还是有什么用演技的部分呢？実際には寝てないです。寝そうになりました。那。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接下来他对于就是演出方面有没有什么觉得想要去挑战的题材，或是自己有什么样想要演出的作品呢？この前は、教師が多くて、生徒役もできたんですけど、生徒役。次はレースクイーンとか、やったことないのでやりたいです。现在可以示范一小段老师吗？我们调教这个调皮的学生。为什么都有这种东西啦？没有，手又麻烦了。哦。Hank。嗨。課題はしましたか？我写作业。No 。No。No。No! No! No! No!
那我们接下来就知道说，其实八月的时候他有来参加 TRE 嘛，然后接下来十月又来举办摄影会，就是连续两个月都来台湾，那应该也接触不少台湾的影迷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他对台湾的影迷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元気なのと、日本のファンより熱狂的、リアクションが大きくてとてもいいです。这次连续两次的活动，其实他海外的门已经开了啦，就想问一下，在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生涯中他有什么样的目标，那对于海外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子。目標はもっと知ってもらう人数を増やすのと、いろんなメディアに出ることと、海外は来年も TRE にOK 出るのと、もっと海外でイベントとか、あと海外で撮影、写真集の撮影とかできたらしたいです。现在就是，其实你知道，在这边看他，我话都讲得结结巴巴的哈，因为真的是很漂亮。我想知道一下，就是枫小姐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？好きなタイプは優しくて細マッチョ、筋肉がある人、が好きです。像我这种已经被淘汰，大家还是有机会的啦。我们谢谢枫小姐，也希望枫小姐接下来有很多很多机会来到台湾，来到海外参加活动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边对，有没有需要我们去洗一下？可以。cleaning 我带去噶。台湾呢？お願いします。OK, okay.。等一下我们就请我们工作人员。そんな OK OK。丸。丸。